哇，完了。骂完，是沙茶牛，沙茶牛，哎呦，有杀气，有哦，可以哦。我刚刚看第一眼好像是沙茶牛，我觉得好像不是枪哎，我觉得他那盒里面不是枪，因为他好像有点困惑，想说你们到底放什么？所以现在换杀手了吗？该我了。虎头蜂，下风。你要走到后面去吗？表演区在这，是不是？等下你们先回休息室，是不是？你要去大云食堂的棚也是可以啦。先听一下声音，消音器的。哎，这感觉是一把枪。刚刚是不是企图说服自己？发现声音很不像枪。好了，我开了。而且看好我的表情。Magic， 臭豆腐。你是爽。什么啊？我不过你觉得是谁？哈！我跟你说，败就败在刚刚虎头蜂硬要摇那个盒子。这枪口会撞到那个，咔隆咔隆，咔隆咔隆，咔隆，对，没有，说明你知道我们企划一直想搞我们很久了，旁边弄消音海绵，但它说明真的是枪，只用海绵。不可能，我们预算很低，没有钱都贴海绵。我跟你讲，身为就是经历过从电影世家出来的，对，然后又是你知道当监制看过那么多演员。你应该比较能判定谁的盒子当中有枪。你要不要先讲啊？我担心到时候我拉扯了。啊，我现在就觉得那个虎头蜂他盒子声音很怪，所以我又回过头来觉得安心雅的盒子里面才是枪。你摇一下给他听看看啊。他不要。他不，你真的要摇吗？我跟你讲，摇看看。一样。我知道了，我有答案了。你有答案？你有答案？对。你觉得是谁？我们要一起讲吗？你说有枪的那一个？对，那个元健，你 cue 我们一二三，然后我们讲好不好？好，有枪的人，杀手捡到枪，请问是谁捡到枪？请抢答。是元健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全北是四元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那个主持100多集了，我以为我们的默契会很好。我相信前辈的选择啦。我们是赌上我们所有人的。你不要下这么大赌注，真的真的不要赌上什么身家什么 reputation。不是，就是赌说我们的大家的社群都会转发杀手捡到枪的宣传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不要赌上自己的业界名声就好。嗯，好，那我可不可以外赌一个？还要外？等一下，我希望你们两个可以演打开的那个刹那，好吗？你要看我们两个拙劣的演技。哎，不要这样拙劣，我也是1986年拍第一部片。啊，大家同星出生，我忘记了。所以你现在导演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导演，然后再先选择，就是四元界是枪嘛，然后我猜，然后安心雅是沙茶牛肉啊。对，好，就这样决定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。他真的好会帮我们加戏，所以我应该是要看 monitor 里面你的表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导播也不知道什么。导播也不知道哪一盒是枪吗？我们来，导播知道。导播，那导播应该觉得说这出戏要演多久？我都知道枪在谁身上了。那我们要来演了吗？我看你啊，我看你演啊，我看你的表情判断他是不是枪。好，来，刘波哥，3、2、1。中，是不是枪？哈哲是枪，他的你藏不住的优越，你觉得你猜中了高知识分子的优越？我一切运筹帷幄尽在掌握之中。对，玛丽。等一下，你演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杀手捡到枪，今天这一场宣传竟然重点把这一盒放那么重。他一开始就想要主持我们一特别来宾，我觉得你就在坐在那边就好了，我让他演。现在呢，在场上全部的人应该只有他不知道，对，所以就让我们三个好好点评他的演技。好，笑死我了，来喽，有点重，有点沉，看到的反应。好，对，我应该是要演我看到枪的反应，对，他是枪，他是枪。第58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，
入围的有、欸，可能很多导演看这段会找我。吴玛丽，杀手自己说捡到沙茶，不是这盒子谁买的？我要是杀手，我火都来了。哒啦啦哒哒啦哒啦啦啦，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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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观众。这是什么啦？这个韩吉门冲煞，而且我一打开香喷喷，香死我了。他是因为现在墙壁上你，很帅。哎，真好看哦。女明星的演技真的不错。